会觉得说最近是有感受到什么气氛吗？像是你的好朋友罗志强，他就被点名说，就是他在这个圈子，他的选区玩他的小把戏，就是金小刀看不下去，看不起。那你对于他这番言论，你怎么觉得？所以我就说嘛，如果说金老师、金执行长对我们候选人有什么意见的话，第一个可以关起门来说，打个电话给我们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少说一句啊，或许志强也可以少说一句啊，金老师也可以就是比较委婉一点。